呀，咿呀，大虾马上就要到了，它一定会过来陪我一起玩跳水坑的。嗯，我不是来这里到处跑的，我来这是要看候鸟的。我在书里读到了他们的一切。哦，走吧，我要给你看世界上最棒的候鸟，那是一只蛙幽鸟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熊熊呀，哟啊，这儿你看到了吗？有一只奇妙的候鸟来拜访我们了。下午好。嗯，这书里没有这样的鸟，这种鸟真的是迁徙的吗？有史以来迁徙最多的鸟。哦，好吧，咱们来看看吧，仔细看看。太好了，认识了，现在该去跳水坑了。啊！哼！嗯！看呐，有苍蝇，快抓！是干嘛？迁徙的候鸟都喜欢吃昆虫，真恶心耶！给。但是书里说候鸟是不吃糖果的啊，这只鸟不一样，它吃糖果。天哪，这个现象可真有趣啊！想看你筑巢，就在这里，请开始吧。你们两个在这儿干什么？嗯啊，你在筑巢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来吧。哦，这个结构会散架的。才不会呢，它很棒的。正常的候鸟是永远都不会住在这样的巢里的。这只鸟都不住在巢里，这不是它的风格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但这书上面写着，候鸟不住在冰箱里，但是这只鸟就住。是真的吗？真不可思议。我想看看你是用什么飞翔方式。原来你们在这儿呀！来，咱们去跳水坑。我不明白，它到底是怎么飞到这儿的？这非常简单。
真是很独特的飞行啊。那羽毛打扮呢？生物导航，还有达商，别那么自作聪明好吗？还有晨唱呢，你听着，我们该去跳水坑了，快点！你可别忘了，还有孵蛋呢。孵蛋？你在说什么呢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居然还能画得这么漂亮，玛莎，我想它一定是只还没被发现的候鸟吧，对吗？得了，它不过是一只正在迁徙的小企鹅。如果我告诉学校里的同学们，他们肯定不相信。他们会相信的。啊？企鹅是种很不寻常的鸟，它们吃糖果，喝茶，住在冰箱里，它们还坐飞机来拜访我们，甚至还会画画。你
请你从头好好解释一下。好吧，那我就试着给你解释一下。其实事情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事情的一开始，一切都非常好。想不到这种感觉竟然会这么棒。我们现在长大了，在做大人会做的事。但是后来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。不要害怕，我现在可是一个大人了。别看我人小，对付你的办法多着呢。我长大了，比以前厉害多了。我现在真的是太成熟了，真是太开心了！我终于不再是个小孩子啦！说的长大是不存在的，所以我们把他带回来了。天哪，我真的是再也受不了这个了。谢谢你，小小。就喂，谁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动了我的洋娃娃？还有是谁这么大胆，敢随便用我最喜欢的杯子？天哪，哪个脏兮兮的猪头竟然把我漂亮的房间变成了一个猪圈？你们没有听到我说话吗？到底是哪个脏兮兮的猪头干的？算了，管他呢，能重新回到家我就很开心了，而且看到你们开心的样子我也很开心。哒哒哒！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